人气乐团告五人周末一连两天在宜兰开唱，吸引了近4万名的歌迷来朝圣。告五人也相当的有诚意，唱满超过3小时，而且一连带来了25首歌曲，让全场听得相当过瘾。人气乐团告五人周末在宜兰开唱，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唱，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。这里有我们的歌迷，有我们的家人，有我们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仇人。哎，不要。两天吸引近4万名歌迷朝圣，不仅瘫痪附近的交通，还带来庞大的观光财。周五晚间开始，宜兰当地就涌现人潮，连老天都全力相挺。今天天气没有下雨。整个城市都在找寻，找寻为何不亮的原因，追根究底。不过中间发生小插曲，唱到经典歌曲好不容易时，音乐出错，得重来一次，让歌迷小小等待，好在没有影响后续气氛。今天的晚餐你想吃，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勇气。告五人为了回馈歌迷，砸下近1亿元打造天团级舞台规格，更释放4000发的烟火，整场下来烟火秀累积长达10分钟，热闹气氛仿佛像嘉年华会。节奏了。